厝食饭哦。因为阿公拢会带我上佮意食的菜色，牵煮粿予我食。讲到青菜，我上爱食的就是菜瓜。菜瓜掺埔仔无共哦，毋通掺阮小弟共款果子，甲埔仔当作是菜瓜，菜瓜当作是西瓜。阮阿公上疼我，伊知影我爱食菜瓜。下摆我若转去埔里，伊透早就会去菜市仔买蛤蟆转来吐沙，过去菜园内万几条仔硬塞塞，夹落自己的菜瓜来炒。阿公讲，菜瓜掺蛤蟆较冷，爱加一寡姜丝落去欠香，安尼对身体较好。伊搁会夹一寡枸杞入去，哇！这就是我上佳食的蛤蟆菜瓜。不过真奇怪，阿爸母伫台南买菜瓜就是无好食。我问阿公，为什么恁种的菜瓜那这尔好食？阿公讲，种菜哪有啥撇步，就是甲种菜当作咧饲囡仔，用爱心来照顾就对啊啦。逐摆，若讲到阿公遐菜囝菜孙，伊就讲甲嘴笑甲笑，哎呀，几个我是食到欢头起面笑嗨嗨。食饱，阿公一定会摕我上爱食的水果给我食。我上爱食的就是水果之王榴莲。伊独一无二的气味，予我爱伊爱甲。逐摆若闻到榴莲味，我就嘴暖擦擦滴。不管是榴莲干、榴莲冰、榴莲汁，也是榴莲饼，我拢爱。若是水果无着时，阿公拢会趁大出的时买真济来冰个冷冻库，等我回去食。不管是菜瓜，也是榴莲，因代表是阿公疼孙的爱。看阿公对我这尔好，我嘛就爱好好孝孝伊。阿爸阿母甲我讲，若要孝孝，爱趁钱啊，唔通讲要等阿爸。所以阿公正在疼的时，我就甲掠了；吹打的时，我就捧水给伊啉。若是等下，我有着奖。我嘛用奖金买阿公上爱食的青菜、掺水果，请伊食，让伊感受到幸福的甘甜。我是第七号，我的连续就讲到这，感谢大家。